欢迎来到城市开箱系列，室内设计，日式混搭北欧风，老屋翻新透天错，请按下订阅钮，开启小铃铛，更多设计风格不要错过。挑高设计开阔的客厅，运用木质百叶窗提升整体空间亮度。室内设计色调柔和自然，木纹与白色主调的北欧风设计。电视墙设计巧妙地挡住了通往厨房区域的楼梯，简洁的天花板造型，整体空间更加宽敞舒适。经过客厅后，有个半层楼的楼梯，往上走半层楼即是餐厅及男主人的书房空间。餐厅区的天花较低，一旁使用透明铝框玻璃，保留与房屋整间的穿透性。书房一旁规划了浅色木纹与白色的收纳柜，在柜体上使用斜角造型，搭配柜体灯饰，摆上女屋主喜爱的小物品，创造轻盈的视觉感受。餐厅空间划分出一区为男主人书房，采用铝框拉门做出空间区隔，放大空间，优化采光。与客厅空间分隔成上下层，餐桌的选择与厨房空间呼应着工业风设计，自然的视觉质感搭配黑色的磨砂质感，更具有独特个性的工业风。摆上女主人喜爱的干燥花造景，让粗犷的工业风增添了些许柔和的氛围。家中若是夹层楼中楼或是独栋别墅，通常在楼梯间会有梯下空间的产生，看似不起眼的区域也能有意想不到的收纳空间。善用楼梯下方的隐藏空间，利用它的优势，将机灵空间作为超实用的收纳空间，不仅能将杂物收纳至此，也能让整体环境变得整齐。早期厨具的采购分为欧化与台制两大类，欧化厨具的柜子多为塑合板，具防潮、防虫蛀与耐刮的特性，楠木色系的系统橱柜设计，搭配不锈钢材质打造台面，带点工业风的粗犷感。厨房地砖则是带自然石材纹路的六角砖做结合，吧台则以浅色带点自然纹理的石英石台面呈现，赋予温暖又带点高级的感受。漂浮床底下方设置的间接照明设计，让灯光洒落在地板，让床有着漂浮轻盈的感觉。造型简单的摩登漂浮床，很适合用在极简的居家设计中，不仅增加了现代设计感，也让家具摆设变得不厚重。卧室床头灯不仅能够辅助照明，也能转换空间氛围。如果没有床头柜，弹入墙内的壁灯也是不错的选择，让壁面设计增加立体感。运用柔和的照明手法，营造舒适柔和的阅读睡眠氛围。卧室空间不大，为了保留舒适的睡眠品质，以简单设计为主。唯一能展现出卧室风格或特色的地方就在于床头板这位置。孝亲房利用最常见的木质做半墙床头板，为空间带来温暖干净的感觉，不仅百搭，还让卧室带有纯净舒适感。宽敞舒适的主浴，偏深的灰色细板岩砖是许多设计师及屋主爱用的卫浴瓷砖材质，耐脏的同时也带有自然气息，搭配双人槛入式经典按摩浴缸，舒适惬意，释放快乐的能量，又能在此空间悠游时尚，享受私密心灵的极致放松。铝框拉门比一边传统门相对起来机动许多，从外框到玻璃材质选择方便也很多样化。门框从木质门框、铁件门框、陶漆铝框，玻璃可搭配长虹玻璃、灰玻璃、毛玻璃等各类造型玻璃。透明的铝框拉门既保有隔间，也相对能让光线穿透，优化采光与通风，打造有设计感及空间感的居家隔间。一楼的半套客浴，简易的卫浴设计，使用木纹砖及板岩砖的搭配，在台面上摆上一盆绿色植物，营造出轻松大自然的氛围。位在二楼的卫浴设计，以往对于木地板的观点都是不易保养，更不易使用在卫浴空间。随着科技发达，研发出木纹砖，不仅在触觉及视觉上有木头般的质感，乍看之下简直像真正的木板，又比瓷砖更防滑，适用在卫浴空间，不怕潮湿发霉。木纹砖不但能提升卫浴空间的暖度，搭配上板岩砖，宛如沐浴在大自然中的质朴感。三楼目前是两间空房，一间预计成为未来小孩的游戏室，
一旁隔出一小区域则是洗衣室。游戏室电视墙是以意大利进口涂料搭配上柔和的间接照明灯光，另一间房未来预计作为神明厅使用。简洁的超耐磨木地板，木质感带给空间的舒适感再适合不过了。南方松最受欢迎的最大特色就是在于它的木头纹理自然又明显，自然的结疤特色会随着时间的刻痕及自然风格摆上桌椅，沉浸在自然减压放松的景观空间设计里。保护与拆除工程367000元，水电工程622000元，卫浴厨具工程608000元，泥座防水工程703000元，木座工程1807000元。金属铝窗工程171000元，粉刷工程399000元，加湿工程182000元，清洁工程99000元，玻璃工程29000元，其他工程281000元。屋龄约38年的老屋，翻新成日式混搭北欧风的梦想家园。欢迎留言您想看的设计风格，我们做给你看。居家改造。室内空间规划需求欢迎洽询，我们提供免费丈量服务。你有空间设计室内装潢与我们分享吗？请与我们联系。城市工程专职统包工程，可依业主需求规划出实用与美观兼具的装潢装修设计，并统包施工。从室内设计、装潢统包、住宅装修、新成屋设计、老屋翻新、商业空间规划、室内装修许可等装修大小事，从一般规格品到特殊客制化产品，到安排特殊材料或指定品牌材料施工，城市工程均能配合服务。每案报价一平数，屋龄屋况、用材故有所不同，实际依照个案报价为主。